喂，你好，广州白天鹅酒店吗？我想找一下张国栋的客人。我没有他房间号。你能帮我查查吗？真的，我急事找。喂，我找一位叫张国栋的客人，你帮我查查呗。你们酒店不是都可以查客人的信息吗？天空饭店吗？我想找一位客人，我报一下他的名字。哦，不能查。那叫庄国栋，庄国栋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对，栋梁的栋。你给我查了！Thank you.